他是名强大的战士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会想念他的。 谢天谢地！救命啊！阿霞被他们抓走了，他当时想救我。嗨，你好，下次见啦。我能帮忙吗？我会一直在这里的。拜托你救阿霞，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 希望一切还来得及。你未偿，要快活！拜托你救阿香，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 很高兴见到你，你最赞了。需要我们的时候就吹响这个海螺。有什么心事吗？需要帮忙的话就来找我。 看到你真好，不要轻言放弃。 我的就是你的，随时留意补给够不够用。我们曾经做出许多牺牲。
部落有我们需要的力量。如果你听得懂那些海巨人在说什么的话，会发现他们讲话还蛮毒的。和你分享我们的意见，万物必有用。怎么了？干掉他们有事。要先找到说吧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现在没有目标。Thank you.
你有古董要卖吗？至少要有200年历史的。只要看到特别的东西，就带来给我。需要什么协助吗？团结就是力量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跟世界各地的所有种族做生意。你的价码是多少？帮你办丧事大概要多少钱？太好了，有冒险者来了，我需要你来帮忙。你的价码是多少？帮你办丧事大概要多少钱？拥有强大力量的宝物最好还是交给有智慧的长者，不要随随便便让毛毛躁躁的冒险者拿去。我要找个年轻人，要会做事，又肯跟邪恶的势力战斗，当然会有钱拿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天空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
你好，朋友。
先找到目标。需要目标。说吧。准备好就说一声。